我哋呢個課程就是創意媒體高級文憑課程，主要就會學習關於一些廣告的拍攝、平面設計和網頁的設計，器材或者設備方面我們學校主要都是用 Mac 機最 update 的設計軟件，在攝影方面的器材又會有專業的影流用在人像和廣告的攝影方面的，咁亦都有大型嘅 printer 啊、3D printer 啊，同埋一啲三軸嘅穩定器啊，咁樣就幫助同學去拍攝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可以俾同學24小時用嘅創作 studio 嘅，咁佢哋就可以有自己嘅創作空間啦。我哋嘅老師基本上都會係現任或者係專業嘅設計師或者係創作人啦。透過同佢哋參與一啲真實嘅設計項目，提升佢哋關於設計嘅技能知識將來業界嘅需要啦。除咗一啲常規嘅課程之外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啲陶瓷皮具扎染依類型嘅工作坊，善用學校嘅空間設施輔助佢哋第入職嘅時候額外嘅需要咁樣。所有創作人都是需要一個很自由或者開放的創作空間和一些時間的，這一方面我們學校的設備課程的設計或者老師都會是很配合到學習的過程當中，因為我們的老師真的是現任或者是行內的人士，有很多機會給學生參與真實的設計項目，同學讀完這個課程之後去到不同的設計公司製作公司廣告公司，其實已經可以即刻好上手咁樣去應付行內嘅工作嘅。